我相信凡是看过拍摄于1953年的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影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观众朋友一定已经发现了，这部楼台会在剧情上和我们所熟悉的《梁祝楼台会》片段有很大的不同。影片当中的梁哥哥和小九妹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都似乎太生猛了一点。的确，对于粤剧《梁祝》而言，它的发展改编过程的足可以写一部研究专史了。比方说下面这段三告，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还没有听到过。
们的夜晚喂，出门的饭房要靠哪一位？大帷幕在第三道，刘宝弟无心无力走云呗，我来要靠木匠们，我父亲的忘了什么呗？你的两人就就错，我家不给你娶妹妹。山上老子进衙门，朝堂为官做清真，自在龙不在身，力道凡人不凡人，自己不来就真明白。虽然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是一部反对封建礼教的典型作品，但是由于受到思维习惯的影响，也可能是考虑到广大观众，尤其是那些受传统的礼教浸润很深的普通百姓的接受程度，所以说呢，在早期的剧本当中啊，还是保留了不少腐朽的封建礼教观点，有些呢，在今天的观众看来，可能已经是非常滑稽可笑了。而傅派的经典唱段《记得草桥两节拜》以及粤剧观众耳熟能详的《石相思》，在内容和旋律上都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版本有着很大的不同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也来比较一下。
些我的王宗去支配，你在我不家暖自家不压黑，家在我留儿可不压黑，难道你一句为不了解，日一天我的远东去见到你的我不家连一家也没，你的我家暴家死把家为，难道你一天为不明高飞我应到要你朝那边，那小的一番心意才发起，你他的要住女人的地去苍蝇路那个室内小的孤零零清去去去美，不叫你累累你不累，我弟弟睡了马下美，不叫你赢你不应，我弟弟死了马下心，我叫你死你不死，我弟弟死过马下死，我叫你死你不死，马下的心思
爱的观众朋友，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。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和您一起来欣赏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1955年春节大联欢。我们一起来看看50多年前的春晚究竟是什么样的。朋友们，再见。